100层完成。只要排的就是我们的呀、yeah。 然后呢，今天呢就要排角落生物的解压球。我要挑战做一个是一层指甲油的，一层是10层指甲油的，还有100层。我们要看一下怎样 ，OK？这是我在莱索买到的，然后我不知道它好不好用，反正装两杯水哟。我不知道你们喜欢最喜欢哪一个，反正我觉得可爱的我就做。实不相瞒，现在是半夜的一点，凌晨一点，所以我现在脑有点混乱，因为我家人全部在睡觉。不是好闻的气味，它真的不像 paper clean， 它真的是很恶心。这里就是所有悲剧的开始。虽然我觉得这个纸粘土跟平时的不一样，可是我还是照样的拍影片。我没有很享受，如果你看得出来的话。为了展示我的专业性，我买了这个。我不知道他们怎样用啊，我也没有看过那些粘土的教学，反正我就买了。OK， 所以我做完购物再跟你们见面，不然你就会一直看到我的厌世脸。所以，拜，够不到。还是把一层指甲油先涂上去，然后再看一下明天会怎样，因为它现在真的很硬，按，完全按不下去了，很想哭，现在我真的很想哭。我现在就把它烘干了，我看一下明天会怎样，预料到它明天会超硬。所以呢，为了补偿你们，也安慰我小小的心灵，我做好3个圆圈，是不是很像那个 K-pop cake pop？ 然后我就决定把它们涂上1层、10层，还有100层，因为我觉得那个角落生物会失败。现在剩下这些哦，然后现在超级无敌硬，就是连按都按不到，根本就是。上涂指甲油吧。一层的我们等它，我现在大概是涂了3层，我们等它干一下，然后我们再涂埋剩余的7层。第一层呢已经干了，我觉得它很美啊，现在就是很光滑的表面。我现在鼻子已经闻不到味道了，我闻不到那个指甲油的味道，我不懂是因为我鼻子敏感，还是我对这个味道已经太恐惧了。最后一层，10层完成了，还有一个是100层的，咔咔就是干。我要拿吹风筒下来。
十层了，五十层了，大家五十层。明天继续，现在已经是凌晨三点多。现在就要涂埋最后的五十层。OK， 我现在看起来很狼狈 ，right？ 我刚起来而已，想要怎样？OK， 六十层，八十层，我是要放那个还没有做这个之前的对比，还有做好这个之后的样子。你们不会知道我涂了几久，以这个剪接方式涂了两个晚上，没有两个晚上，一个晚上加一个早上，一百层完成。现在你们听到这样，它不是 clay 来的，它是很像石膏这样的东西，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来的。这是我做过最失败的实验，因为我打算要让他们一起 crack， 我就要等那个一百层的干，然后我又要加上一层还有十层的，然后一层和十层的都干到完了他的 clay， 所以就是大失败，耶！拜拜。